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呢？疾跑螃蟹，行。哎，服了又，还出萃取。对面混的，这盒子是混的，这是。他回家了吗？他是不是没回家？他还不敢，他还敢不回家？我的天哪，小伙子，你犯了三重禁忌：第一，你不带闪现；第二，你不回家；第三，你出萃取。三点成一线，你要完蛋了，你人儿可能是要没了。你拉倒吧，我拉倒吗？这回还拉倒不？跟谁俩拉倒呢？跟谁俩拉倒呢？还拉倒不？你知道他多亏不？你不知道。我知道。我们四个兵，他一个兵。银马这蟹应该是必拿，因为包女肯定是打红去了。来吧，银马，再帮我赶赶他一波。看谁的传送这是？哎，舅舅舅舅舅舅，给我杀！给我杀！给我都杀了！给我杀！罢了罢了，我的兵线，这老些传送。螃蟹两个兵，我们七个兵。这波兵线不帮卡特推啊，卡特这把你要不塞，你就对不起我。我们吃点经验就完了，回去了。我一 A 打反溜两个 Q， 平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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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不 Q 你吗？你还犯了第四重禁忌，你敢不出血瓶？你给我等着，我这边不杀你，我就不叫蓝莲汉。先抠一下 ，E A W。换就换，换就换。
女神之泪不足了。16刀，他8个刀。这叫什么？这叫科学养猪。别打不过他呀！驾！哎呦我猛猛猛！他还是8个兵。空一波小线去。哎呦妈，你还敢跟我打是不是啊？跟我狂。他们家怎么中路打大乱斗啊？啊？心态爆炸了，中路人挺多呀。螃蟹去下路，那上路谁走啊？我送了全队的人头，那没办法。是打皮吧？下路也没了。心态真差呀！来吧，我回家了。算了，回家出三项去。假装不知道里边有眼儿啊！期待了的。这不给我杀他？不好上啊！你一脚直接踹飞了，我咋办啊？咦，这就没办法，完了，给我拒了！对面黑地上来了，太难了。没事，咱们再把 ADC 杀了。螃蟹拿了3个人头，包女拿了1个人头。哎呦哇，漂亮！我杀啊！你的速度确实是有点快。
这我们对不上。看看这螃蟹什么装备，这螃蟹装备可以啊。哎，我这回不可能再让你换啊，我不可能再让你换我。你们家这是车轮战呢，我一看呢杀不完呢。我不去了，人太多，咱不去。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그게전부냐적을처치했습니다如果我们想杀这个沙米拉，需要 EAW 接 Q， 可以试试啊。踹他！下！好马儿啊！回家了，谢谢大车车。驾！没死啊？给加血了吗？哎呀，给扎死了。这把我感觉直接破败得了，这个来个破败吧。你们觉得这个螃蟹的萃取什么时候能完成，能打满？他这个萃取，看咱们就看着螃蟹这把的萃取能不能打满吧，别的咱就别看了。我说了，他犯了三层禁忌。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这都，哎呀！这么难吗？给我来一口，妹妹，来我一口。你的吗？还能有个咖喱奥？你给我来一口啊！这人也太多了，这。来人马快走遍 EA， 老头能杀不？差不多，杀杀杀，嘎鸟！投降吧，十五分钟刚刚好，抓紧时间。
谁也别耽误谁啊、哦！快点的，别磨磨唧唧的。我这还得吃饭呢。人马应该是来微服私访，什么微服私访？我告诉你，就这一把人马，包括卡特，他俩能写得来，都是因为我们。虽然我的人头没有他多。不是说要点脸，咱不是说要不要脸的问题啊，咱们有一说一啊，给薛飞给你来一波有一说一。一会儿我告诉你因为啥啊，因为啥。快拆了。